就开玩笑，就是我其实我还记得2007年的时候，要他入党，然后从政的时候，我还跟他讲，你放心，你从政了过后，你中选过后，我帮你找个老婆。然后失败了。然后失败了十年吧，终于他自己找了一个，不是由我找的，没有帮的，我欺骗了他，我欺骗了他。